各位听友好，中美贸易战，中国未打先输，外汇储备下跌，央行降准给中小企业输血也是杯水车薪。面对中国经济的内忧外患，身为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应该如何面对？本期《明镜书刊》节目，我们请来《明镜货拍》编辑贺兰若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《明镜货拍》第238期《明镜编辑部》节目。明枪案件重创中国经济，习近平如何扭转困局？本期《明镜编辑部》节目完整文字整理稿收录在最新出版的第69期《内幕》杂志中。贺女士您好。您好。贺女士，曾在今年四月初，金融评论家贺江兵先生在接受《明镜货拍》采访时就认为，中美贸易战根本打不起来，因为贸易战还没有打，中国就已经输了。是的，贺江兵先生之所以很早就认定中美贸易战打不起来，主要的根据是从中美贸易数额与结构上看，美国的筹码比中国多，中国对美国的依赖主要集中在高低两端，高的是科技，低的是农产品。不进口美国农产品，中国会出现通货膨胀，美国不出口高科技产品，中国所谓的高科技企业立即破产。美国停止向中兴公司销售芯片等高科技产品，这是不是也是中美贸易战中的一部分呢？贺江兵先生认为这不是的。中兴事件主要是因为中兴屡屡违反美国法律和对美国的承诺，所以受到制裁。中兴目前已经停产。中兴董事长说，美国停售芯片等核心技术后，该公司立即处于休克状态。中国根本生产不了真正的芯片，美国生产最先进的芯片，也是芯片出口最多的国家，其次是日本。中国每年在用于购买芯片上所花费的美元在2000亿以上，比购买石油所需外汇都多。虽然制裁中兴并不是中美贸易战的一部分，但是从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，若中美贸易战真开打，中国的高科技企业马上就会垮掉。中国央行将存款储备金降低了一个百分点，请问中国为什么要降准？这与中美贸易战有关吗？贺江兵先生在接受《明镜货拍》采访时表示，中国降准一个百分点，向央行释放流动性13000亿元人民币，其中9000亿是用来归还央行中期借贷便利的，剩下的4000亿元用于中小商业银行发放支农和支持小微企业贷款。另外，降准也是央行担心一旦中美贸易战摩擦升级，防止经济衰退的预防性措施之一。中国外汇储备减少已经影响到了普通百姓，人们明显感觉到带钱出国越来越难了。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外汇储备减少呢？贺江兵先生在《明镜编辑部》节目中给出了一组数字。自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，中国外汇储备从可以忽略不计到2014年六月峰值3.99万亿美元，之后一路下滑，在2017年一月曾经跌过3万亿美元整数关口，到今年三月底，中国外汇储备为3.1万亿美元左右。总结下滑原因，主要有以下10点：第一，中美贸易战，这既是背景也是原因；第二，人民币被高估；第三，外资撤退；第四，海外购物；第五，海外教育；第六，海外投资；第七，新移民潮；第八，外商投资放缓；第九，美元回流美国；第十，对外援助与所谓的软实力扩张。导致中国外汇储备减少的原因可以分为明枪与暗箭两个部分。海外教育、海外投资、海外购物、移民和外资撤退等，这些是看得见的，属于明枪，而案件则包括官方媒体极左言论，让外企建立党支部和美国的加息与减税等。那中国经济面临以上这些困局，有什么解救的办法呢？贺江兵先生认为，首先是要尽快实现人民币国际化，人民币自由兑换后，
就不用担心外汇储备减少了，因为直接用人民币就可以购买了。其次是尽快解决中美贸易战问题，因为中国根本没有任何胜算，是半点赢的希望都没有。第三，要拔掉暗箭。官媒看似天天在表扬习近平，但是习讲改革开放，官媒唱反调，到底让世人信哪个？媒体处处充斥着极左言论，民粹主义盛行，而一些有良心的公共知识分子、专业人士却无法发声。第四是要创造良好的改革开放环境，真正推进改革开放，不能只是口头说要搞改革开放，因为现在到了不改革开放就活不下去的境地了。好的，那就谢谢贺女士。也谢谢您。各位听友，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。以上节目由索菲主持，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制作，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。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时间，我们再会。